救了嘛就救了嘛，就好了嘛。好了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嗯。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佛菩萨，感恩南无大慈大悲，呃，如来掌。帮妈妈，你的孩子几几年属什么的？呃，我儿子是八二年属狗的。 属什么？属狗的。啊、哦。前路台长。哎呀！不要讲，不要讲，<是>不要讲话。看到了，又是一个脑神经的问题。哎呀，智商出问题了，忧郁啊。听得懂吗，老妈妈？哦。哎呀，被人家灵性控制住了。 老妈妈，你知道吗？你要记住啊，他、嗯、心啊被别人控制住了，哦、经常会自言自语的。他受过好几个刺激，哦、听得懂吗？哦、听得懂，他是过去在感情上或者在某一个大事情上，他受到刺激之后，他、哦、忧郁，经常难过。那个时候灵性才上去的。哦、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。啊、嗯 现在这个孩子，你要给他念小房子，赶快念啊。哦哦，哦老妈妈，你是香港的是吧？不是，我们是呃广东小关的、哦。广东的，广东的话，<关>那你帮他小房子念了几张啦？念了呃，好像三波了。多少张啊？二十一呃，一波就是二十一张，差不多念到四波。那八十多张，呃呃、你知道他这种病，呃呃、老妈妈，你知道他这种病要多少张吗？ 哦，不知道哦。啊，你知道多少张吗？嗯、他至少要一千张。哦、你只念了七十几张，让妈妈你想想看，你怎么行啊？听得懂了吗？哦。好啦。哦。你现在每天要给他念经，啊、还要给他念礼佛。啊、什么？他很可怜的，这个孩子很可怜的。 这孩子非常可怜，人非常好，很善良，而且过去没发病之前人很很会做事情的。老妈妈，你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好了好了，你要给他念经啊、呃。哦，他呃呃，我现在就看一下他的婚姻啊。你讲妹啊？他的他的婚姻啊，看一下他的婚姻，同埋他说什么？ 嗯嗯、你拿话筒讲一下给我听啊，我听不见的、哦。他想问一下他儿子的婚姻哦，谢谢婚姻，嗯，婚姻几几年属什么的？啊、呃，不是八二年属狗的。婚姻不行了，那个女的跟他会不好的，听得懂了吗？哦哦哦、他们两个会。 明白了吗？老妈妈，你想维持这段婚姻，你只能拼命地念经，帮这个女的念心经，希望她能够慈悲她。两个人缘分还有一点点，如果她再这样下去的话，就没了。嗯，好吗？还有，你少管这种事情。 你的儿子，我告诉你，很多程度上，你给了他很多的压力，他这次生病跟你有很大的关系。哦。听得懂吗、哦？听得懂，听得懂。好了<啦>。就是身，呃呃，他身上有灵性。真正的灵性。嗯、啊。你们有没有一个祖宗啊？还放在家里供着有吗？没有。没有啊？那有没有？ 那个墓啊，墓地呀、啊，有个墓地，是不是离你们家很近，或者你们家的后面有没有一个墓地呀、啊？墓地。家里。什么叫墓地？墓。坟墓,墓。墓地坟墓,坟墓还坟墓。哦，没有吧？没有啊。不知道啊，不知道。怎么没有啊？你们家在这里。嗯、啊。在你们家的，出了门往后。 房子的后面往左面，哦、再往前那块地方就有很多的坟墓。老、哦嗯、妈妈，有没有什么教堂啊、庙啊？有没有医院呢、啊、哦，有有一个医院。看见了不啦？啊、医院里面嘛都是鬼呀、啊。移民医院那里。啊，离医院太近啊、哦、你知道医院很不干净啊！哦、医院要么鬼进要么鬼出呀、啊。 生孩子嘛就鬼进呀，鬼投人嘛，哦、对不对？灵性嘛，那怎么出去嘛死掉呀。那怎么处理呀？他说什么？嗯啊？怎么处理呀？嗯、啊？怎么处理？老妈妈，我已经跟你讲了，念小房子，你告诉他念小房子就可以了。好了，儿子没问题的。我现在刚刚已经给他，已经给他加持过了，他现在已经脑子很清楚了。 小弟，你好好的修，一定会毛病会好的。你这个老婆，你放心，你好好的维持着，能够维持就维持，不能维持，台长以后再帮你找一个。谢谢台长。<了>谢谢师，谢谢师，好了，谢谢你看他合掌了，看见了不啦？什么神经病啊？没有，想通了，什么都好了；想不通，什么都不好。我知道，我我同他讲。好了。 下一个呢？